我乃国家的家人，顶该予真燕欺骗，我嘛是行来遮，想要找一个所在避开疗伤。张仁心，张仁心。 心跳不要紧，听久着怪事啊！一关二张花都过的，你敢真正对我无感觉？不管我叫做王振燕，叫Vincent，还是叫做少年党，咱的一切，敢拢是假？ 你用假的身份才见我，当然所有一切拢是假的。我跟你讲过，我上万分予欺骗，伫我发现予欺骗的时阵，我甘愿一刀两断，完全袂丢刀，我嘛袂阁行回头路。我毋是去家己的回忆，可是去我的囡仔。 今麦我的家己的罪也甘心拢输掉啊！刘星，你到底伫咧倒位？我无毋忙，你原谅我。你台边我无代志，拜托你。我总算找到你啊！ 是安怎？你离我这么近，我所感觉你离我这么近，你应该没事吧？雷星。 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？有啥物好解释的？就算我给你更加一个机会，你嘛只会晓讲白话。拜托，伊莫阁浪费我的时间。放手！我。你跑了。 继续拍拍去，我甲你听，我甲你袂生气，我甲你用冷静落来听我讲的句话就好啊，走你吧。我听讲，你一个人离开饭店，我就烦恼你，就死过去找你。到最后，我想着咱爸来过这个所在。 我就想讲，若是咱伫遮找着你，无得看，你搁对我有淡薄仔凌乱。你莫家己想家己对我，你当作我是来遮怀念你的，我是来遮忏悔的。我后悔我当初是安怎毋坚持甲你同好亲戚，我后悔我是安怎阁予你一个伤害我的机会。我对你心怀改变过。 我爱你，我唔敢你受伤害。你今仔日受伤，根本就无应该发生。你爱我，你唔该伤害我。那你今日甲咱面前结婚的人是谁？那个人敢唔是你啊？还是？
所以，所有遗产拢是我咧做吧。是不是梁明轩巴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拢是我咧害的？你的囡仔是刘大利的，到尾这点仔关系拢无。你连这种代志拢会通讲白贼？是真实的。杨进川害害我。 搞我所有财产独占无打紧，搁还我负债四十亿，我得决定，我要用上残忍的方式报复伊。我好迄个时阵，梁品轩送上门，所以我就，所以你就想到这样变态的方式，利用梁品轩，去给刘大力。 让梁明轩跟我回忆是家里发生关系，让伊爱你爱到不失去理智，宁愿嫁给你，你用伤害梁志聪宝贝查某囝的方式来报复伊，不，你这个变态！ 你害到安尼做，你让我感觉就想要吐。我看到你就想要吐。不行，我无唔忙，你应了解我的做法。我知影，我做出伤害你的代志。不过我对你心把改变过，我拜托你，莫对我失望好不好？你是支持我唯一的力量，若是无你。 我不可能，我张仁心，无可能，国家你有任何可能？你走，我想要看到你。仁心，给我放手！我唔放，我唔放，放开！仁心，放手！你听我解释，你妈你好不？我跟你放手！是仁心，小心，那个盖碟还可可拉拉呀！ 喂！你想要从啥？你不应该在这时阵出现，卖想要霸占我的身体。梁有生，想看边仔的，我家己查某人，我家己保护。啊！ 梁佑生，你搁搞啥？你叫唔对人啊！你看到我，你大叔着个改，你应该喊唔敢，喊救命！你是？摸唔对，我就是互你听到我的名，听你出来。第一嘛，我吞论你真久啊，若毋是迄个梁佑生。 害我刚才会当把手轻轻看到你欺负人心，我早就甲你拍死啊！今麦我来啊，我就不准你搁接近人心一步。原来是你这变态搁出现，你搁真敖惊时间，找到机会就来英雄救美。你这伪君子，国家讲你无孝顺人心。 我无讲，我无介意人心。我甚至有讲，人心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你即摆已经担心啊，我就拍算把身躯边的位置占好掉。难道是你啊？你一家人心离婚，又随阮兄妹结婚啊？你是有啥物做个解决的？人心，你听我解释。 我来人生，阁毋知影即件代志啊！哎，是讲萧正业，你竟然奈无好好留伫厝，跟小妹洞房花烛夜，你哪会家己一个人留伫厝，独守空闺，颠倒是走来遮，甲人生过过阵啊！你哪讲我袂讲啊？哼！
我也袂讲，啊，无你感觉把你身份证摕出来，给阮大家评判一下啊，看配偶栏顶面是谁的名？迄个时阵你是安怎讲的啊？啊，品轩，你敢有要嫁我？你无爱嫁我就走啊！安怎？我学你学了有成无？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搁较厉害，以前欺骗伊，还伤心的遐啥？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会用我想会到上恐怖的方式替人生讨回来。你若是无想要知影偌恐怖，就乖乖回去厝内，跟阮小妹同房。你给我讲！你这神经病，无资格管我跟人性的代志。你凭什么笑笑伊？你算个什么物件？人性，你离开个，你这老鬼！哦，应该离开的人是你。起码除了你以外，任何人拢有资格关心我。你在拍你的主意。我该安怎？我感觉伊袂歹，伫伊的身躯比我足有安全感的。就凭这点，伊就有资格保护我。你莫阁挑眉讲这款话来刺激我。完全无关系啊！而且我认为店内人格比你好一百倍、一万倍。我甘愿选择甲伊做朋友，我嘛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牵连。我警告你，莫阁出现伫我面头前。人生连一点仔机会都不要我。我敢若是减掉一步，你所以我拢袂阁倒来阮身躯边啊！拄则我无应该利用你，对你做出超过朋友情分的代志，我一定要对你表达我的心的。哎呀，莫讲什么理由。拄起来 kiss， 迄温度还阁有温柔，拄得还好。我到即马阁伫流汗啊！怎么你莫误会啊？我无迄个意思。我知影，你是为着要去萧正燕，才会把我当作是挡箭牌。啊，不过你唔免搞回事嘞，因为我真享受会当保护你。替你出头的感觉，但是在我面头前，你真正唔免多叫。我哪有多叫？我只是分甲爱分甲足清楚的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看起来，你已经为着萧正燕拍拍你的玩具啊！伊害你死去宝宝，你真怨恨伊。啊，不过说不好，他马上切断。甲伊的感情，甲伊离婚，安尼就表示讲，伊伫你心内位置真重要，对吧？你误会啊！我只是想要给你一挂朋友温暖。多谢你，我有感受到。林夕，我今日讲，
你是我哥的，我会保护你。这不是凊彩讲讲的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拢会伫你身躯边。你爱我安怎，我就安怎。想袂到，你嘛会讲出这尔感性的话。哼，什么感性？我明明就足 man 的，足霸道的，敢不是？以后我什么拢会替你担，你就做你我伫我身上就好啊。